宰相哦，确实不是很好听啊。哎哎，这个球打到了，哦 ，OK OK， 落地的新安打哦，队长一滴冲一滴冲一滴冲，伤到了二垒，哇 ，OK， 好，我们大哥陈子豪 ，OK 好，陈大哥，哎，哎，打穿了打穿了，哦，这个时候，哎哎哎，对对对，把这个挡下来挡下来。OK， 来，这样你让大家听虫鸣鸟叫吗？哇，这球，这个球打到人哦！哎呀，丢人啦！哎，哇，果然是我俊秀了哈、哦！这个大家都知道，他这个本垒板的纪律非常好，一来兄弟让大家看到的第一个这个打席，就展现出他的本垒板纪律哈，而且这个保送了带有一分的打点。所以目前呢，啊，他叫做彼得学长，这样他是日本人，这样子，好跟大家介绍。哎、欸，这个球，哎、欸，哎，学长，今天是我们领先的，总可以讲了吧？哎，这球，这。这球怎样？来，慢动作来了。OK。哇，这是詹志贤完美的挥击啊！对，这球击向的是左外野方向，左外野手前方的落地安打。